这礼到物我嘞，啊，哎呀，还有格鲁特，格鲁特看不出是那个头像吗？没有，格鲁哎，特有礼物对，了。哦，真的假的啊？我现在看之前只有头像而已。看看，超久有没来，看你还看。敢说？很久没来，敢说？罚你看看久一点。把你看台看到完。哎、欸，他一样不给我开、欸。哇！啊？手机也不行吗？不行啊，这种那个错误的地方是一模一样。你要不要赶快先问看 Kevin？难道是霸凌？哦，感谢雷神之锤，就是感不谢想格要鲁我特。开台就对了。哎呦，你放假，你开太勤了。你时速够了，不能开。把你的时对，速给我。这时速满了。哇，感谢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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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感谢认感谢真感了，谢。休息。你给我多休几天。给我九九五。哎呦喂！这什么啊？那颗是是能阿乐，量方块？那是什么啊？那叫什么？不知道，可能空是间宝石哦，感谢空间宝石。感觉是复仇者联盟的东西吧？应该是吧？嗯，我没有去看，我也没不过看，不是我也上没映了吗？看，那个暴雷没死全家，看，然后暴雷就全家，爆，暴雷拿死给全你，家。你们报你们报，反正你们报完我也不会去看。嘿，不要啦，不要报到其他观众啦。白痴哦、喔！你他那边报，他在那边在你聊天室报，然后你念出来，啊不就报到我了？对啊，哎、欸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那报好，那你们连今天锁自己反应，开台喽，拜拜。你们今天就四个人就好喽，拜快拜。去他聊天室爆雷喽！哎、欸，你们爆雷爆一个，我就砍十个，我跟你讲。砍十个，哇，砍十个！我好跟你变态讲，可怜。我对爆雷可是很不客气的啊。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旁边的人很可怜，都被砍刀。不，竞猜又输了。还在玩啊？还玩啊你？六点看一下竞猜啊。那这样子，我今天只能开别的地方了吗？是这样吗？唉，嗯，不行的话，那只能这样喽。我已经输60万了、欸，那就一直 A 罗。这又是什么宝直接石哦？看。时间宝石，要你们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先补货啦。等一下啦，急什么？急，我想不看用一下补这是什了么东西。那杰克，我啦。们先去玩呗。好，好，拜。先玩一下这个，感觉好像很好玩。这做特技吗？还是什么？还特只是他技，跑道很酷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试试看。暴他走雷这台暴露。车吗？那就用热情，热情的粉红。哎，没有，要说你要去补货，对啊，我补完了。哦，还不早讲？我说我开始，你说好啊，你们先去，我就开始了。我补完了，啊，你又不讲哦。他怕爆到你雷嘛？你是什么东西哦？行，你再去补一次货。我已经补完了没啦，再补一次，再补一次，不能补了啦，好我直接可已经爱。买满了。好可爱，这什么东西？下去，我吃你尾了哦！喂，我等一下，这个什么东西？等一你下，要等一下，翻这个哦，你要翻哦！要翻哦！等一下，杰克，你慢一点，杰克，你慢一点，我很慢，我很慢，你太快了，杰克，你不能太快。没有，我很谢谢慢钢铁的，人。感谢。喂有，这是往上，我往下哦，我现在我会了。就抬头跟往下压啊，什么东西抬啊，头抬又头往怎么往下？下压？在什光么下抬头往下压？怎么杰讲？克哦，有人讲什么？我抬头往下压，你在讲什么东西？就车头抬起来嘛，或往下压啊，明白吗？这嗯，都往后仰，这样可以吗？你就给我吃还我往一后点仰。啊！哇，你们这个哦。杰克不行，这样不行。你们才不行！对啊，钢铁人，感谢钢铁人。对啊，谢豪华卡丁车有点像是感觉。谢。就竞速啊，开车。嗯，这还蛮帅的这个。
拜拜。暴君二会下水啊？会哦，会哦。我在水面上一直飞飞飞飞飞，到最后就下水。哇，还好今天没下水。感觉很贵，9000多。东方恩，修一修，修一修。所以这个阿信的这个有没有猜是有没有钱啊？有，都有。有加倍吗？竞速？没有，竞速没有。哎呦哎呦！杰克，你慢一点，杰克。哦，好，我会在终点等你的。小雨，好，那你不能进去哦。小雨挂号是因为他有可能玩，或有可能没有玩，所以才挂号起来。还在下载。小雨还在下载，不知道，应该是来不知道，应该是来不及。1小时16G，这游戏快100G。对啊。欸，保险不接我电话啦。哦，暴君二。8888。等一下，桥车、哎，好，没事。桥车、哦、10000块，好贵。等下桥一下，飞起来的时候要桥一下车啊。哇，你们真的是管很多哎、欸。好，我去改机器人。嗯哼哼，挂号小雨起来也不行。哼哼，我说都没有小雨，就像我昨天的影片啊，不小心放了雨月头上去。我说雨月是个、那个封面图有雨月是个幌子，我说哦，好好，我去改，调动进来啊。哇，这样也不行啊！哇，很严格哎、欸。我说你 是要用雨月来骗点阅率？我没有了。哦，你们好严格、哦，是不小心的、哦，好明显哦。那我要去 take 阿神啊 ，take 啊，我以为他们比较会的是抓错字哎。都很会，都很会，都很会。哎呀，对啊，什么不会抓错字最会了，超猛的。对啊，改好啦，那种机器人这样子。啊，今天在这开是因为原本开台那边爆炸啦，就我啦，我爆炸了。嗯，所以我就整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奇怪啊，就你们都没事哦，超神秘的。不知道，就可能回去开啊。对啊，不然没办法。团团被 NONO 针对了，我被霸凌了，哇，被霸凌了，被针对了，已经完赛了，还没啊？哦，只有人离开而已啦。哦，哎，没有用到，哎呦，哎呦，等一下，你用三圈哦。我拉三圈就是，那跳出去了，有的等，你要预设三圈嘛，要不然跳出去了。感谢格鲁特。我们跑一圈就要4分钟了，我们跑上去就15分钟了。哇，好久哦！要跳吗？跳啊！怎么跳？是在爬山的哦。就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进入别人猜试吗？感谢66。好，去影业猜试看看，看能不能这样子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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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有啊，可以，我跳了。嘿，感谢进化聊天室，感谢进化聊天室，感谢。那看一下我的，成为摩托帮首领，搞不好货很多哎、欸。送货喽，没关系。等等，关台后再用。你们都可以了吗？我再开一个猜试喽。好，我好了，剩团团吧，看团团开好了没？还没。我快爆了。现在卡在哪个阶段？啊，没有，我现在是要进入线上模式，然后之后要加你们了。好哦，那应该差不多，那我们等一下好了。我的假钞快爆了，还是有人来帮我？假钞？嗯，你说。夜总会的吗？对啊，夜总会的直接送就好啦。哦，不用帮我。他都是一台车而已，我还没有看过两台车的。那、好，你不要骗我哦。我送40多个货都是一台车。你怎么会有40多个货？你夜总会40几个货了？我夜总会运动用品还有那个啊，运输跟那个钞票啊。你仓库多大、啊？仓库一层而已啊，一层有40几个货，它每个货是独立分开的啊。诶，这么的会，嗯，很会。OK，
我的小布布啊！版权，版权，版权攻击，版权攻击，怎么了？阿米狗不能玩 GTA 吗？对啊，阿米狗可以试一下啊。阿米狗没有限定玩什么？你们越来越严格了哦。对啊，哇，这个也不行啊，都限定我玩什么是不是？早期阿米狗还想玩歼灭战，你知道吗？嗯哼哼，哎，没有，是歼灭还王国，忘记了。王国，王国，王国，王国吧，对不对？当初是王国，只是后来呢，就也没再玩，对吧？太远了吧？不要小看阿米狗，对啊，嗯，我们什么都玩，不是吗？阿米狗连老游戏都玩哦，对啊，但是个别玩那个钓鱼游戏哦。咕噜猫吗？咕噜猫，咕噜猫，刚刚两个小时我也不知道怎么玩啊。咕噜猫，看谁分数可以最高的吗？看谁分数最高、啊。咕噜猫两个小时，哎，没办法，喵哈喵哈每次款游戏。嗯嗯嗯。哦、特技禁术，随便找一个。看什么看什么？好。哦。哎、欸，你车子在冒烟吗？我没有。哎呦，撞车！哇，上帝、嗯，这么凶啊！啊我邀你哦，啊，你邀我啊？没有，我是说那个帮会。哦、好啊，找个好频度比较好一点好了。好，81%，最快的脚踏车跑酷，脚踏车跑酷，感觉好难哦。感谢牛排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在跟你们同一个地方哦，同一个了，同一个战局啊，嗯、同一个了。好，怎么都玩，不会玩哈记啦？什么东西？不会啦、啊、哈记不是每天都在玩吗？玩啊，是啊。你不是每天都在玩游戏吗？我不是被玩，是玩玩游戏，不是被玩啊。好哦。哦嗯。好友。嗯。应该每个都有好友吧？我好像没有加你、欸，对我没加你。三分钟，我有加团团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再加过去就好了。嗯，好啊，团团不喜欢我，他喜欢你就完蛋喽、哦。喜欢也很恐怖，不喜欢也很恐怖。有邀了邀了，他可以邀请战局的。哦，哦，要骑脚踏车哦，我看看啊，你邀请战局会不会邀到观众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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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个别要的。哦哦哦，机车，我以为是那个。这反应不是还在晕我吗？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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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版权关掉，版权关掉了。点对点，所以是走一个路线而已啊、哦。嗯嗯，就是这样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点对点哦，应该是吧？一点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啊。嗯。什么叫整体表现？等我一下，不要打给我，不要传讯息给我。等啊，我到了垃圾车。什么垃圾车？我在运货。哦哦，什么是总体表现字啊？什么总体表现哪里啊？最后一个。总体表现，排名。我快死了！我快死了！我快死了！开，啊，会不会是因为特技的关系，所以有你特技表现？哦，有可能哦。这第一个到，搞不好、哦。也不一定会第一。嗯，等一下，我没玩过脚踏车特技。好怀念哈记玩那个开脚踏车踢足球，那个会晕啊。脚踏车踢足球什么？他是说那个火箭联盟吧？火箭联盟啊，那个是玩的有一些会有晕的，像我那个会晕啊，所以后来就没有想玩。对啊。感谢礼物。你说什么？火箭联盟。团团有没有开团？你有没有认真追？当然没有啊！哎呀，有没有开团啊？没有。有，我在 YT 哦，他要直接宣传。我都没看到台吗？看这一台就好了。团团回归，强势回归。有没有开台啊？你追我们的台追下去，按到那个跳出的东西，我就告诉你。哇，感谢啊！这个宝石，好多宝石。什么时间宝石啊，空间宝石啊，什么礼物？这会不会收集五个会召唤出更好的礼物啊？你可以叫观众看看喽。我还以为收集七个会发生什么事之类的。好的，再要一次。是不是缘分啊？重点是也没有五个宝石可以送啊。
他只有加其中几个是不是？他只有两颗宝石而已啊，时间跟空间而已。哦嗯、OK， 我说另外的宝石可能要先氪金哦，不好意思，氪金解锁，氪金解锁，氪金到一定程度才会送你另一颗宝石，只有一颗 哦。对，啊，假如某一个实况组就是那个播，测实况组啊，就是收到了五颗之后呢，可以召唤什么东西之类的。对，我觉得应该设计这种东西的，你可以让你的那个礼物有经验条，你送越多，你的礼物的经验条越多，这样子。礼物也可以练等哦。对，练礼物，练等。哎、欸，可以走了啦，可以走了啦，可以走了啦，走了。哎、欸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然后大家都一直开始练那个相同礼物哟。感谢礼物。那火箭一定最难练。哇哇，车子哦，看一下选脚踏车吗？嗯、没有，现在是机车，现在是机车。翻译叫 bike， b i k e 啦。结果是机车、哦，对啊，机车。好，我要用高潮。好，好哦、你想要哈、哦？好哦，那就是叫高潮。八体。哇，这正太郎好好帅哦！有正太郎哦。哦，我要换，我要正太郎。我要正太郎。正太郎是哪一名？你高潮你的哦，我要正太郎。没有看到正太郎。有哦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哦，我有高潮。